有个脑壳，呵，你猜出来。猪排，哇，金猪多少钱？烧鹅268元一只，送精品礼盒；祭祖金猪488，送精品盒。这个招工啊，售货员烘焙工。工行一只书签包到账5元。啊，这里的照片。45岁之前，男女不限，学历不限，3500到5000。您好，要牛肉饼。我就喜欢吃这个3.5块的牛肉饼，是咸味儿的。要一个牛肉饼，要一个馒头。那这个粤式糕点好多都是甜的，吃久了有点怀念咸味儿。都行。但是这个北方的那种咸味的大包子呀、馅饼什么的比较难找。他这家好像最近反正这个祭祖莲蓉包，2元一个。都行，然后一个什么？看看啊，450是450。嗯。吃饭了。